那和爷这场来请我啊。哎呦，沈医生，那技术大师让你请什么？哎呦，侬以为做医生老便当的了？要么侬来试试看。啊，我试呀！哎呀，后头有个叫啥？周弟，我俩几阿姐？有六个阿姐。娘呀，哎呦，侬几家的？六。妈，侬看啥么子？啊，头痛啊！不都讲啥？侬个头痛是脑梗啊？啊，青光眼。耳朵高头受苦了，老严重的。怎么侬相信不都来寻我做了？回去，后头有个。哎，医生，我手臂部搿头好像发物事了。侬个过敏了哦，要去照伊。但是老痒，并不牢。侬并不牢，侬就照呀。照了血滴滴滴，嗯，起来用开水烫去啊。情况就是个情况，搞勿清。后头个，啊，血糖应该高啊。葛末侬回去吃半碗饭就可以了呀。我现在每顿只吃两半碗。我讲个半碗是叫侬少吃眼，侬只两半碗，我听得懂勿啦？哎呦，真的是气死我了！香烟老酒少吃吃，晓得伐？葛末吸我香烟还是吸我老酒？啊，侬先去看看脑子。哎呀，后头个。啊，侬讲喉咙勿塞，喉咙勿塞我晓得个，侬少吃点辣个，海鲜尽量少吃吃。那奶茶可以喝吗？好吃点，一点点可以啊。那 Coco 呢？搿么搿叫 Coco 个帮侬一个症状没啦？哎哟，阿姨，侬覅吃力转八里了，还是我来吧。哎哟，沈医生哦，天天哦面对介许多问题哦，很不容易哦。阿拉是医生呀，搿就是阿拉个工作。你来搿能是啥哟？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，可是大多人的生活会差不多，要走的路刚好不同行，又悲伤莫名其妙的过，对的山很高却翻不过，明明自己每次都很认真，谁又想弯着腰见风是多，为了生活奋不顾身，用真情去讨好，说的话被误导，最后真正变为毒药。三弟跟孙悟有饭走吧，说什么？大点声！跑路他都不是人吗？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？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？我是想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。